日，电影《西游记女儿国》首映礼红毯在北京举行。赵丽颖身着嫩粉色深 V 吊带性感吸睛，转身签名时大秀美背，但后背凸起的骨头惹人心疼。据悉，赵丽颖在拍摄《陆贞传奇》时腰部受伤，导致背部有块骨头突出。看来明星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。紧接着，冯绍峰西装亮相红毯，与赵丽颖合影 CP 感满满。赵丽颖在电影《西游记女儿国》中饰演女儿国国王，而冯绍峰在戏中饰演唐僧，两人有不少精彩的对手戏。随后